我哋住嘅行星每24小时自转一圈，日夜嘅更替成为所有生物生存嘅节奏。喺日头，我哋沐浴喺阳光之中；而当夜晚嚟临嘅时候，这个是休养生息和惊叹黑夜之美的时间。直到大概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夜空还是很黑暗的。现在就算是在荒郊野岭都已经被灯光入侵了。我们的城市在夜晚发光，大厦灯火通明，在街上无遮无挡的灯光几乎残眼到令我们看不到东西。这些人造的灯光在夜晚取代了黑暗，就算是去到太空都很明显地看到这些能源的浪费。太空人见到的那些黄色的圆光都是来自街灯的，他们是地球上光污染的主要来源。这些刺眼的圆光被大气层散射，形成了天空辉光。夜晚的黑暗正以极快的速度地消失着，光污染威胁着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健康。夜晚的光破坏了植物的生长，每一年有很多陆地和海洋里面的动物都被光污染影响而死亡。迁徙的候鸟会撞上灯火通明的大厦，刚刚孵出的海龟将电灯的光误以为是海面的微光。光污染亦都直接影响住我哋人类，一啲设计得差嘅路灯影响咗司机同行人嘅视线而发生交通意外。除此之外，光污染亦都为我哋嘅健康带嚟无声嘅威胁。夜晚暴露喺灯光之下，会扰乱我哋睡眠嘅生理时钟。夜晚经常喺强光之下工作，或者系生活喺光污染嘅城市人，他们患上乳癌或者前列腺癌的机会就会更加高。这个是一个典型受光污染影响的夜空。光污染令到我们即使在一个晴朗的夜晚都只能够见到一些比较光的星星。如果我们可以消除光污染，夜空应该是这样的样子。那条淡淡跨过天空的光带是银河，即是我们所在的星系。因为光污染的缘故，很多人都从未见过它。天文学家很清楚光污染所带来的问题，他们需要黑暗的天空才可以观察宇宙入面的天体，而光污染就破坏了他们探索宇宙的窗口。另外，照亮夜空也浪费金钱和燃料，一年里面每晚着着一盏100瓦特的电灯泡所消耗的能量就等于燃烧半吨煤了。可以想象地球上数以万亿计的电灯泡每年所花费的能源是几咁庞大呢？当然照明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亦都可以透过简单的方法做到既能够顾及邻舍，又可以确保节能和协助保育夜空。我们可以改用能够将光线引导向下的街灯取代那些射向天空的灯，他们叫做完全截光灯具。我们亦都可以只是照光需要的地方，
或者可以熄咗一啲不必要嘅灯光。呢啲都系精明使用灯光嘅方法，佢哋可以为光污染嘅问题带嚟简单嘅解决办法。我哋可以选择继续浪费能源，将光射向天空，或者系学识有责任咁使用灯光。光污染是你和我可以帮忙解决的问题来的，就等我们一起将黑暗的夜晚还回给地球了。